即马要讲的是教育单位无重视教育本土语。作者张志玲，2020年5月7日。即讲的教育单位指教育部、教育局、学校、教授、教师。人讲教育是百年大计，伊的影响是真久长。过去维权时代对本土语的教育是打压式的，所以做法奇奇怪怪。即马号称民主，应该回归正常。照讲，按维权转做民主，有真济红扭曲的意识甲文化爱转型。毋过，政府所做要真保守，大部分要照过去的方式行。以台语来讲，大概有下骹遮问题，教育单位一直无解决。一，因为要考试，学校、家长拢把台语当作无路用的学科，学习的成果甲升学无关系，所以包括老师、学生拢有应付心态。二，无重视罗马字，语言学习是按拼音开始，课纲竟然讲国小一年级教汉字，三年级较教拼音。三，补丁课本有罗马字，学校竟然英文老师无教，严重影响学生捌字、准确发音甲写作能力。即使即马国中生无几个会晓用母语写作。四，教育部认证考试无重视罗马字，即使台语老师罗马字拼音能力不足，无写作能力，嘛毋敢教拼音，严重影响学生学习。五，台语的高等教育失败，应该是台语教师主要来源的台语系数学生，竟然真大部分未晓讲台语。六，台语系数教授未晓用台语写报告论文等，部分教授甚至未晓用台语上课甲演讲。七，学生歹招，人数不足，学校甲无共语组的学生捡做伙，了后伊要互逐个听有做理由用华语上课。八，台语手册、报告等文书，拢爱用华语写，讲安尼官网看较有。台语教育的问题，毋但只爱解决的，还真济。我认为应该先做的，一，教育部爱分担大学系数，接无学生的责任，定出奖励的做法，提升学习意愿，毋是要求学校减班。佮爱明定课纲，要求国小一年开始，就爱教罗马字。二，大学要求教授佮学生用台语上课、做报告、发表论文。三，认证考试增加罗马字比例，提升捌字佮写作能力。四，大学学生毕业前爱通过台语认证。五，教授做学生模范，平时着要求甲鼓励学生使用台语。六，一般教师甄选、公务人员任用升等，爱加考本土语。七，台语语言教授爱限期通过4万以上台语认证甲写作能力。